大家好，我是南妹。过年，油热后倒入花椒粒、小茴香、八角、香叶，开小火炸香。炸至香叶变色就可以了，然后用漏勺过滤一下。剩下的热油淋入碗中，激发出所有小料的香味儿。再加入一勺食盐调味儿，一点白糖提鲜，一大勺的生抽，一大勺的香醋，
一点点芝麻香油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一份香喷喷的万能料汁就调好啦。然后把料汁倒入食材的大碗中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就可以装盘了。这样做的凉拌三丁，颜值高，味道香，口感脆爽，开胃又解馋。过年期间大鱼大肉吃腻了，你就做上一大盘，保证全家人都爱吃。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家常美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